嗨，大家好，我是 Andrew， 欢迎回到 Handle Fat 2。 这一次继续游戏，接下来应该是三选一，要走哪一条呢？ I have clawed my way back beyond the 13 gates to this mortal realm. 十三道门，他通过十三道门重回人间。女祭司、女皇跟皇帝，山上这边跟水边吗？所以皇帝是走这边，一切都是猜测，好吧？那我选皇帝。自动组牌，自动。按错了。开始。These foes I place before you, these rules, I do not know truly if they will train you for the challenges that Kallus will place in your way. 他说了什么？好长，来不及读完。Of course, we know how this part of the story ends. 如何结束的？ The Emperor is merely the face on the throne. Behind him, the usurper pulls the strings. The one who sits upon the throne of life and death has a great influence upon the world.Their very soul permeates the lands and fills the hearts of the people. 我们要尊重他，所以要等他讲完话。你发现一群旅行者在附近徘徊，武器和工具压得他们直不起腰来。帝国正在发放赏金，目的是为了发起远征。他们是多么渴望得到帮助啊！商人在地图上添加一个黄金柜台，这个吗？The Empire does not ask for much, but in the end, they take everything. 他们拿走一切。到达皇宫的门口，你为了到一小笔金子，一个护卫，一个卫队人员，这是卫吗？一个队，一个人员直接把你带到了皇帝的寝宫。皇帝沉默不语，而他的首席军师正在部署这次的远征。是傀儡皇帝吗？收到遗物，安全的交付遗物。很少有上个时代的遗物能保存至今，直到昨天晚上。就是这个房间，我们还拥有一个。他朝着一个空底座比划着。你要拿回这个被盗走的权力象征物，并且我们要求你收集他同起的三个遗物。谁偷走的？一个盗贼只偷了这样东西。检查基座，一个华丽的枕头坐落在石柱顶上，在尘埃之中，你依稀辨认出这把锯齿状的剑的形状。这是一把礼仪之剑，几十年来我们一直保护着它。我们不是在保护这把剑，你知道的，你知道的，我们正保护着那些试图得到他的人。这把剑诅咒了他的毒翼，既能攻击他的持有者，也能攻击敌人。毒翼吗？八。偷取遗物的盗贼往经验丰富并且身怀绝技，我们需要确保你的安全。在离开前去训练场看看吧。那下一个就是训练场喽。哇，这已经准备好了吗？Events too. The wheel ever turns. The wheel. Wheel. 艾斯特亚雷，名字都好难念。菲奥雷上尉来迎接你们。平心而论，盗贼就是懦夫，他们会躲避你最重的攻击，就像躲避公民的义务一样。打败他们最好用最快武器，这里试试看。双子武器对于像盗贼这样的快速敌人是有效的，但对帝国这样的装甲敌人很弱。在时间耗尽之前表演一样武器的能力。I never understood the duel. If you are at war, 要不然就听听用。If not, let things lie. 所以又多一种类型的武器。这是什么？
still, you find yourself hunting relics. Do you not wonder why or what they may do? They may do. 你的任务带你到城外，茫茫荒野在你面前延伸开来。你的同伴提醒你皇帝的使命，一个遗物被无耻的盗贼盗窃了，另一个在一个可疑商人的手中。盗贼、商人，还有一个被遗弃在一个北方的小村庄里。北方。至于最后一个，麦拉说道：“谁知道呢？找到四个吗？嗯，到他们会移动诶。这是小村庄，先去不会移动那里吗？迷失难逃。啊，我没食物了。他只是个小孩，你偷听到。”一个更深沉的声音咆哮道：“我们必须把他关进地牢，否则他会直奔他所出生的北方部落，并带他们来到我们的前哨。”这个小孩看上去鬼鬼祟祟的，在可以扔下他之前，我都不会信任他的。拯救我！哦哦，在我的威胁下一动不动，还是打起来了。最后还是打起来了，这太糟糕了。有火枪手，锵锵。能防御，能防御并减少大量伤害。哦，可是我现在武器是拿这种，呀。哎呀，不好打！好难打！先把他干掉。奇怪，真是有点麻烦。我的武器，冬之咒。北方人克星重击会对北方人造成击倒，击倒中的敌人会被终结击败。先一般士兵好像拿着这个比较好一点。有三个提示：危机四伏的荒野，变化莫测的野外。不知道好不好走。当检查室区医师的守卫时，你注意到男孩机警地看着你，似乎在打量着你。丢，八分。竟然有两个一点的。The singular is die, as I'm sure you know, and they are often called bones for the material from which they were crafted. Here, 男孩消失在森林里，很快你就听到他在不远处嚎叫。袭击者们突然出现，男孩喊道：“他们的前哨在那个方向。”我好像两边都阻止，我真是奇怪的做法。奇怪的选择，两边一起阻止，这算北方人吧？果然没错。
是得要反反击呀、啊！嘿，完成。真是复杂的状况，获得两点荣誉，荣誉是什么？耶、yeah, ，有食物！我真是 做一些奇怪的选择。A moment of peace on your travels. 欣赏它，旷野。多江的、哦，有食物耶！现在食物有那么好拿吗 ？Even peace hides steel within.反叛者，盗贼，轻型武器，建议使用轻型武器吗？可以拿、这个跟这个，拿这个好了。OK， 进攻。攻！噔噔，轻型武器。介绍武器。哦。哦。从背后偷偷打我，格挡，买这个对盗贼很有效啊，那个武器。得到四点荣誉。有什么可以装备的？忽视铠甲，重型，这个等到打北方人的时候使用吧。哦，有人要靠近我。蛋挞、馅饼和异国情调的谎言。Occasionally, something merely pleasant slips through. 愉妙，愉快。有机会上 一辆木质马车，车上装满了梨、馅饼和其他物品，一阵美妙的味道从车上飘来。哎，又是这个，这是什么？哦不，都是损失，十块钱。买到食物两个，哇，好多食物哦！离开，跑掉了。旷野还蛮不错的嘛。别跑，危机四伏的荒野，猎人，推荐使用单手武器。单手武器吗？这个吗？看一下。好吧。
巴，单手。嗯，进攻。又要介绍武器了。上一场也有拿这把，为什么没有介绍呢？真不科学。忘记要反击，我有疑问的反击，这算某一种手指不协调吗？获得四荣誉装备，这次有什么？是。有钱，又跑掉了。要一直追逐吗？危害极大。Not every inch of the wilderness is peaceful。他们说旅行者背包里食物没，被打碎也没，也叫没损失，损失食物。他这个一直跑。Here's a token for you, if you can earn it. 四级是活跃，活跃，嗯，活跃，要活跃吧？哎呀，随便啦，蜂巢区有扒手，人群中穿梭。现在有点随机，都选第一个。试图阻止你，哦塞！啊，这一点不够。哒哒哒哒哒哒！耶 ！A win here sets the tone for your challenge。我这些东西归我，并且放我走，就告诉你一个秘密。接受，别担心的东西，把它当成一种投资。梅里克，可以教我一两件事。如果你证明自己，什么东西？两天后的中午，在市集广场前面，我们可以多谈谈。This is yours now. 这个之后应该是新的 challenge, you have earned this 新的地图吧？我到底要怎么追上他呢？他们有点危机四伏的荒野，轻型武器对抗盗贼，先改成，欸，不是这个，这个有什么？恐怖是什么？恐怖该不会是瘟疫人吧？欸，那个叫瘟疫人吗？反正就是那个奇怪的有带病原体的那种生物，真的耶。处理你。
局我血量一直在减少，有点不妙。一直拿到荣誉，寻找森林居民，这字有点小耶。拿到钱了，他们一直跑，危害性极大，有毒。噠噠，算了，先来到这边。你的森林之旅被一个好奇的小孩打断了。你在寻找森林居民吗？我的叔叔说。哦，又是柠檬蛋糕，一样选第一个，成功了。一个年老的少女，太奇怪了，这个形容词，什么叫年老的少女呢？已有十二个冬天没有访客了，十二年吗？她的声音是低语，却在你耳边回响。你可以在需要的时候来找我，冒险家。应该有新的卡牌。先拿到这里。There is little I can say that will stop an adventurer pilfering ancient artifacts. 一位老妇人接待了你。遗物吗？我看到你对这件遗物感兴趣。当地有个传说，一名伟大英雄将会认领这个遗物。在此之前，他将能由我们监管。我就是那名英雄。厉害了，正如预言，我们的救世主。诅咒戒指，装备这个道具的人将获得诅咒。一定要装备吗？盟友的贪婪，你的同伴会获得你所有任何资源的 30%。 嗯，什么意思？这件遗物被诅咒了。首先，谁会要来偷这样的东西？ It is not one game now, but a score, each with its own nuance and delicate approach. 接下来，奸诈的商人。Trust for wandering merchants. True bargains are rarely found with those who are unwilling to wait around for their customers to test their wares. 用抢的，有盗贼又有杀手，也只好这样了。杀手是类似什么类型的攻击啊？我发现现在这个没办法一次玩很多关，因为事件比较庞大。为什么人那么多？你竟然哎呀，真难打。是复活吗？差点死翘翘，血量越来越少的。皇帝 ？Not this time.
If you give away everything that is critical, you cannot hope to win. You are your own worst enemy here. Or are you merely testing me? 噠噠，糟糕，原来还会损坏，太过分了。One more relic is within your grasp. 被盗遗物。Who hired these thieves? 又要打架了。That is the true question. 所以这一次算是没有成功吧？没料到竟然还有这种事情，竟然会损坏。什么？怎么回事？对了，还有这样的，现在又是什么情况？而且为什么不会回血？这场比试的力量狂欢传遍了大街小巷，在全国各地寻找最强的人。无雅的亨特利，帅。这个继续获得两点荣誉。在酒馆出口得到奖励。Ever since I've returned to this world, I've been disappointed. Disappointed. The filth, the shame, the horrors dwell in the minds of men, not in the monsters in the darkness. 西晋的酒馆，生锈的剃刀，是帝国境外众多危险之中的唯一一个安全港湾。这时，酒吧老板坐在他的店外，一脸沮丧的模样。你到的时候，他直起了头。脸上露出笑容，工会的人终于来了，这些帝国士兵们几乎毁了我。没等你做出反应，老板打开了酒吧的门，把你推到里面去。要打架吗？得了，帝国兵吗？你们这些懒惰虫，懒惰，这群懒惰酗酒士兵们完了。管理人员工会已经派出了一个执法员，现在你们都要回到你们岗位上，这个城市需要保护。一名士兵在轻微摇晃中站起来，三天后我们就回到文明世界了，所以除非他们威胁到啤酒的供应，否则我们不会进行任何战斗，对吗？叫我滚蛋吗？威胁就得进医院，只有一个成功，那应该是失败了。我果然对，果然要打架了啊！我换装备了。帝国兵好像拿这个武器比较没什么用处。我没有盾牌。没闪过，
他手在抖。这难度好高的感觉啊。获得荣誉，拿到牌了。我之后应该还是得要挑战一次这一关吧。耶，稍微回一点血。咦，他自己来找我耶。这个原来是有时间限制的，所以我要时间限制内把他们都抓起来吗？还是要怎么做？一分钟多，再两只，血量有点少。还有遗物，不知道会在哪里。获得诅咒，陷入饥饿时会损失金币。不寻从铜的亮光，法师塔，前往法师塔找到最后的遗物。猎人单手武器吗？盾牌，这次介绍盾牌，这个盾牌蛮酷的，感觉好像有一支箭在中间。差点被打到。我觉得血量有点不够欸，真糟糕。18。A remnant of the Templars and their religious righteousness. 破甲。一个是对腐朽者，一个是对一般的野蛮人。路上的叉子。You will have wandered endless intersections, yet this one sticks with you. 什么记忆 ？Why?What is it in your memory that catches here?
继续，有什么敌人吗？装备，为什么是刀片？要打架了吗？法师塔。And now you must begin to ask yourself how these threats connect. Were you simply a patsy for the Empire, or did you hope to be something greater? 更厉害的角色。进入法师塔。The wheel is one of my favorite innovations. It combines many different elements of our game into one. 是这种选择。继续。当你爬楼梯时，一个声音从上面传来。你知道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吗？当他们命令你进入荒野时，他们告诉了你多少？他们把你送来这里，就像狗循着骨头的味道来到这里一样。你继续沿着塔楼向上爬。什么？还要继续？哦，成功了。你终于到达了塔的顶端，你被派往这里来为真正的敌人做事。这些遗物本来可以用来击败他，但是你却想把他们归还给他。什么？奥术师吗？所以你是来寻找最后的遗物吗？法师说，他从上到下，女生吗？我分不清你究竟是笨拙还是愚蠢。你远道而来，但你没有使于遗物保持完好无损。然而你还在继续做你的差事，我猜你是为此而来。拿着吧，他平静地说，但是请注意，他的诅咒会削弱你战斗的力量和意志，而看起来我们之间不明一战。或者，他继续说，你可以让我拿着它，但是你若是打败了我，它将会永远消失不见。哦，好吧，拿着。它有什么诅咒？所有转盘游戏反向旋转。打架吗？盗贼吗？算了，还是先拿这个好了。虽然不知道能不能获胜，希望他不要太强。三只盗贼，有主角奥术师。偷盗遗物的魔法师，魔法从远处发射魔法弹，你可以使用回避来回避攻击。却是有点麻烦的角色。
结束，是不难打了，比想象中简单了一点，只是我好像还是算失败吧，没有安全的交付遗物，去报告了，归还遗物。我会直接带你去见首席军师，他迫切地想要查看你带回来的东西。步行去宫殿的路上，你解释说，虽然你无法弄到所有遗物，但你向他保证，他们都被毁坏或弄丢了。把你的借口留着去跟首席军师解释去吧。派你出去是要把所有的遗物都带回来。首席军师会很难接受你带来的消息。我认为这就是我们派雇佣兵和乡下佬去做一份合适的工作意料之中会发生的事。在我怀疑你的忠诚之前，立马消失。所以我只拿到这个算是代表夜晚吗？Every part of this tale is a part of your history, a part of the reasons that bring you here. 荒野探索，致命的森林，这是什么？赌徒宝石、领主之冠、兄弟会、强盗之刀，也还有一些奇怪的东西。扒手。老妇人，友好的旅店老板，可惜不是完整的，破完这关有点伤心。这关破的不完整，只有拿到银色的。好吧，那我今天就先玩到这边咯。如果有任何想对我说的话，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给我。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支影片再见，拜拜。